齐涨，那么也传出啊，中油的油价又要动涨了。我们要请教一下费委员，我们这个台电动涨、中油动涨，一切都靠老百姓纳税钱来补贴，有用吗？要补贴到什么时候啊？我要跟各位报告，我们的奶粉涨了16%，面涨了50%，奶油涨了一倍。日后啊，一个现在还有，你到面包店、西点面包店有一个10块钱的面包。我跟你讲，我再跟大家报告，大概2个月以后，没有低于10块的面包，那不存在，整个物价都上来了。我们去。